时间的话，我要先来睡个觉，不然等一下就糗大了，不然我怕很尴尬。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经验，一次都没成功的话就太糗。你先听我说。本集微微主动吻上宇恩，看似浪漫唯美的画面，但实际上拍起来可一点都不轻松也不浪漫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。吻戏才开始，小梦就因为太紧张而呛到咳个不停，拍摄也只好跟着中断。状况连连，眼睛超级不舒服的小莫还是努力的 hold 住疼痛，帅气的将整场戏演完。来，再远，再远。戏里还是戏外，腼腆的小莫非常得剧组所有人的疼爱，尤其是三妈总是对他特别的照顾哦。Thank you.
哦哦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别转台，有三妈帮雨恩换睡衣的精彩画面哦。